美空前团结，争取史上最高奖金。幺幺幺出卖 Apple 不能说的秘密，我竟然还在三年回复这个料，我不敢想。他说我讲还要杀死我，是长相的空间。干嘛？你不要卷头发。为什么？千万不要卷，因为呢，姐姐我们去内地宣传时候，我曾经被他们卷过头发。他们，你懂吗？他们无所不在，很恐怖。什么？你不要再卷了，你不要再卷了，赶快上车，快点，快点。谁呀？谁闷了？谁闷了？谁闷了？谁闷啊？谁闷啊？就是他们啊，他们谁？好朋友有有，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头很痛，然后我睡觉我习惯把头发往后盘，然后这样睡，然后我手就放着，然后我还很清醒，说我手根本也没有动，然后突，真的，哎，可以啊。然后我就知道我头发就有人在那边一直玩着玩，所以我很怕，我就立刻把手放下继续睡觉。然后呢？就是这样，没有人在玩你，对，有人在玩的感觉。会不会是服务生了？不是服务生啊，墙壁也是会有服务生。我在隔壁找小姐，客房服务。没有啦。拉票。有，而且小杰也有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。去内地的时候，他们有叫我妈带浴巾，然后我浴巾只放行李箱没有用，然后可是那一天有一次，后来因为其实有听说过那间饭店有遇到，就是之前棒棒糖去发型师有遇到就是脏东西，然后后来隔天我要走的时候，我那条浴巾从来没有用过，可是突然湿掉，就整条湿，真的是一半有湿掉，一半是干的，会不会是服务生用的？我也有，也是去内地，是真的去内地，就是跟小朋友一个晚上。然后因为我们那一天晚上正好我们两间都是住边间的，然后一听到是边间，我们就想说哈，怎么是边间？结果晚上啊，就是早上要起床的时候啊，我根本就原本是睡得很熟，然后闹钟也没有响，我就自己凌晨六七点的时候自己就突然醒来了，然后就突然听见有两个女生在讲话声音，然后就嘻嘻笑笑这样进来，嘿嘿嘿，就这样。然后我想说到底是谁讲话，隔壁住的是妹妹跟小杰，但他们不可能那么早起啊，就隔天去问他们说他们那时候根本就睡死，没有起床，不然听到谁的声音。对啊，那我们欢迎开头搞得非常像灵异的司马中原，司马中原连了，中国人怕鬼，那个今天到底要玩什么了？今天玩我就是好运，不然要怎样？对，因为好久没有拿那个奖金了，对，所以因为过年，我觉得还是要喜气一点，是，把奖金大放送。今天奖金，我多说，大概如果你厉害、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上万。好不 好？那今天分两队哦，就分上下牌吗？不是吧，这边切一半，好的，分得很清楚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六个比六个，然后回答问题哦，有机会拿到破万的奖金。来，马上进行节目开始了。两队各有三千元基金，答对者抽签决定奖金如何流动分配，最后金额较高的队伍就可以获得奖金哦。红队的成员有甜儿、小熊、Apple、鸭头、Taco还有蚊子，而白队的成员有玉兔、咬咬、永兔、鬼鬼、汉娜还有小杰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红队和白队各有3000元的基本奖金，但中间有一道大家特别，中间有一道是公积金，就是呢，你答对的时候会拿到1000块，但是你要抽抽看这个前面的摸彩箱，如果你倒霉的话，你的公积金也许就是你的钱可能要充公，就在公积金这边。或者是你答错了，你直接错的话，那个钱本来有1000块，丢到公积金，里面呢就给我们工作人员买饮料。
最好的有什么？最好的有 lucky， 答对奖金乘以五就是一千块，变成五千。最烂的是要跟对方换奖金，或者是奖金充公。他们知道三种分明是奖金乘以五，双方奖金互换，还有全数成功，还有哪些种类的球呢？看一下就知道。谁要打你的？第一把呀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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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题，故事题，请问神话故事中谁射下九个太阳？什么？加油！后羿，后羿，后羿，后羿。Yeah。对还是错呢？是后羿。奖金互掉，没差，现在才三千，那这个一千块就给他了。好，红队现在剩一千，下一位，蠢啊，好，蠢猪，蠢，好，等于是瑶瑶帮对方答对了一题，蠢，他现在假装没事一样，好，准备哦。其他人不准答题哦。常识题，请问南丁格尔是指哪一种行业？哇，两个都是哦。是护士。是护士吗？是的。哎，看嘞，你们两个都读过护校了。是的嘞。你该不会觉得南丁格尔是修机车的吧？是 O2 吗？还是？请抽。乘以五。都读过护校。乘以五。好，全队奖金折半给公积金。奖金，等于现在是五千，两千五了。耶呼！好。答答对倒霉嘛，现在。答题的请出列。哇，这个对汉娜是比较完蛋了，战力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英文题。怎么样？没信心。加油 ！Apple 加油！可以来加油队友吗？不行。你英文也不错哦。没有，没有，请问 ，Don't be a chicken 是什么意思 ？Don't be a chicken。不要胆小。对，还是错呢？